吕方程，自愿的。自愿的。郑雨晴，自愿的吧？自愿的。你们这协议不行，回去把资料准备齐全再来吧啊！叔叔阿姨们，而这个是吕行长，他的妈妈也一直在吃我们美展坛的产品，对吧，吕行长？没错。吕行长他妈确实吃了你们这个产品，吃之前耳聪目明，手脚麻利。 吃完之后，哈，鼻歪口斜，半身不遂，我们正到处找你这大骗子呢。各位叔叔大妈，他们家这保健品吃了真心上天堂啊！大姐，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吕行长的妈妈是吃了我们的保健品生病的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样乱说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，你晓得吧？告我诽谤是吧？对呀。我问你，吕行长妈妈吃之前能不能走路？ 吃完药之后是不是瘫了？我怎么知道了？我好几天都没见着他人了。躺床上了，你怎么见呀？你这药上写的什么呀？别拿我的药好了，你拿过来。这是卖的吗？延年益寿，专治糖尿病、高血压。哦，还包治百病呢，这个药。对呀，这么好用的药，你干嘛不吃啊？你应该吃上个千年王八万年龟，给大家伙示范一下来。你干什么呀你？说干什么呀？你有毛病吗？ 你吃什么呀？你吃什么呀？哎，保安，快点，那边食堂打架了。没事，经常这样。喂，110吧。说睡就睡呀。小孩嘛。真可爱。嗯。 生了，你就生了个女儿，你连招呼都不打，你们家吴林也是的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本来不是吴林生的，你还让人家打声招呼。我当时说你外边有人，你还嘴硬。也不是我生的。你少来！不是你生的，还你叫爹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行了，我跟你也没什么可隐瞒，就是我爹的。 这事儿吴林知道吗？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就离了嘛。你跟吴林也离了？这个野字怎么讲？我跟方程也离了。